旦为我们开讲。获得2010风尚权力榜年度风尚潮流之星是房祖名、邵文杰、张俊宁，恭喜！有请房祖名、有请邵文杰，还有张俊宁。三位的身上都有非常强烈的时尚潮流的元素哦，来，请汤灿为三位颁奖。其实今天我们台上这四位也都是潮流之星，没错。来，四位同学，来，让我们先来合影留念。来。好，谢谢，恭喜我们的三位获奖者，也感谢汤灿，谢谢。谢谢汤灿，恭喜我们三位获奖嘉宾，谢谢。